今天炖了个大鱼，是吧？特别香。来了，大哥，今天整条鱼吃，里面配点粉条，配点豆腐，一咕嘟，老香老下饭了。想学的朋友们，我教你。我这鱼是提前收拾好的，两面给它嘎上口，两边给它撒上盐，均匀的给它敲个背，因为炸的时候防止粘锅。热锅来一勺的凉豆油，鱼下锅，两边轻轻的煎一下，留下刚才煎鱼的那个油啊，给它放点五花肉，给它烤香。放入炖鱼五件套，葱姜蒜、八角、干辣椒、红油豆瓣酱来一丢丢，黄豆酱来一勺，煸出香味儿。把鱼搞里头，烹米醋，来一丢白糖增鲜，来点生抽，来点蚝油借个味儿，来半瓶茶三个数就要过期的啤酒，甩里半块切好的水豆腐，加点能没过鱼的清水，盖盖小火咕嘟咕嘟咕，临出锅少加点盐和味精，再甩里半把提前泡好的粉条子，出锅装盘，淋上剩余的汤汁，撒上香葱末、香菜末，点缀加借味儿。那什么，看到这儿了，你绝对有食欲，给老弟个双击呗。